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打死 OK， 先我们玩一下生活幻想君子心第二期部分。跳的时候可以用瞬影之力齁，就是空白键按两次啊。好，走吧。此去生死难测，你们若有未完之事，但说无妨。呸呸呸！本姑娘还不想死呢。再说了，我自己的事自己完成，绝不假手他人。在下。倒是小觑王叔姑娘了。各位，请随我来。从水里走进去。幽冥生于混沌，混沌为虚无之水，故以水为媒，乃是进入不周山最快的方法。行了行了，不要说了。疏忽族一向惧水，王叔姑娘，你还是留下吧。谁害怕了？也不过是片水。王叔姑娘，与我一起吧。糟了，阵法！方才怎么回事？是那日的情景，我们真的看见谭晶的记忆了。是眼魂湖，湖中眼魂记忆映向记忆，就会开始夺魂取魄。夺魂取魄，是那天到底是谁？是大义派的吗？因为主要应该是大义做的。哎，怎么这个？先调查。这是什么东西？来了，替代者终于来了，我会实现你的心愿。取得代价。这边是教学，就不用看了，已经会了。我想先看他们的招式，先一个一个放好了，因为这个是新角色。帅，帅帅呆了。天是不是有点痛啊？我们可以补血吗？啊，我没有换男生登场，没关系。啊，不知道几个，哦，就两颗。看一下哦，召回内有人阵亡，马上复活，每人先用一次。好，知道了。还没
结束吗？哇，尤敏真的很有趣。然后我们给那个用他的技能，有人死亡就复活。好，请听在下一曲。别小看我，会召唤那个吗？神灵，飞星不在的话。看起来有作用，就是那个三回合有人死亡的话，不过好像有快死掉了，先补个血。啊，好像不用补哎，浪费。哎，那怎么没有战斗成功？哇，这个全部加攻击。加到100好了。我还是按啊。哦，按 Enter 就好了。然后，有银装好像不是加速度取向的哈、哦，然后全部加攻击啊！这个游戏是加攻击啊！哇，有美速度也太慢了吧！加到45，不过有美的攻击力蛮高的哎。好，不要以为你们能脱离我的掌握，我迟早将你们一点一滴吸收殆尽。是黑眼谭静。谭静，人抓到，可是已经死了。果然狡猾，看来这是一次有计划的行动。哦，终于，原本因为还电脑完全没有触发，超奇怪的，就有电脑就可以。谭静，实在太让人难以置信了。有仗能跻身九翼并不容易，当年进入乌部颇有建树，平日也未见异样，怎么会？如今乌部已无人可行水镜之阵，帝君和摄日王他们该如何回归？不如自神器处调遣。不可，神器不稳，九州浩劫便再难阻止，相信帝君若在也绝不会动用。帝君有天命护持，只要摄日王和兰香主人能与帝君会合，以水为媒必能脱身。可是盘荣，越是危机我们越要冷静，九翼被人渗透，非同小可。此事绝不可声张，暗中调查，任何线索都不要放过。我这就去部署。好。如此直率的性格，倒与他有几分相似。幽冥之水浩瀚无垠，但愿他们能平安归来。人怎么都消失了？想知道的更多吗？
那就留下来吧。这里到底是哪里啊？哦，终于存档了。OK， 看来又要玩游戏了。远处有法阵，难道是眼魂狐心所在？仔细观察，一定有方法可离开。先去旁边。不给。先别乱走。蓝仙姐姐，如何？看来，那眼魂原是被人拘于此处，直到我们进入，才得以暂时解开封印。这么说来，只要将他元魂拘回，便能破除此前幻境。不过，时间要快，我们待得越久，他的力量就越强大。他一旦脱出，我们便再无法离开了。看来，好，魔离境法咒，不知接往何处，有何玄机，最好仔细探查一遍。叔叔姑娘，留意那浮台运行的规律，看准时机再行动。好，先存个档。啊，三殿呢？哦，啊，按错了，离开。然后我想要先换衣服。啊，忘说这一套衣服看不到他的胸前的伟大。先换这样好了，对吧？现在可以看到胸前的伟大。哇，有没有很伟大哦？哦哦哦，好，走吧。然后先走哪里啊？先走另外一边好了。嘿，嘿，嘿，这里是。我们还在眼魂湖西，但方才明明。看来不是每条通道都能离开这里。所以，这边好钝哦。是每个不一样嘛 ？OK。这边有存档点啊。门。那个门嘞？哦，有剧情了。啊，是兵部。看来这狐为了叔叔姑娘，将谭静对昌河宫的记忆印象都汲取了出来。此处。若仅是反射谭静大哥的记忆思绪，为何我却感受到奇怪的视线？难道眼魂就藏在其中？总之，小心前行。眼魂前身与桃堂四壁中，巧妙利用鞋带这位近代幼时眼魂在玩家身后窥视。OK。好变态哦。就你啦。就你的啦。邪物，休想躲藏。这么好骗。是吗？为什么不快快留下？
经等了200多年，你们休想再剥夺我的自由！别小看我！雨中不会忍受的，不能睡着。本子之书，冰水后天。怎么样？情景与方才不同了，或许这才是谭静真正的记忆。那我可得仔细找找黑脸谭静留下的蛛丝马迹。 OK， 装备兵部先跟这边讲话。哇，还有陷阱哦！搞什么啊？陷阱屁哦！对啦，有点棘手。许东，给我！抱歉了。没死，我觉得游民的配音真的很有特色。我行我道。好，我们那个焰魂的分身解决一个，所以还有三个。好，解决。好了，这一集可以差不多了。哦，等一下。七煞元星，我也是怪物吧？我还好。我师兄请弟兄们喝酒吃肉，碍着你什么了？禁律名言：肉与酒不得入军营。你方才凭什么那样对师兄说话？禁律名言：肉与酒不得入军营。列哥大人既为兵部之首，更当以身作则。什么纪律？还不是你的破规矩！两剑，整天端着架子，我早就看你不顺眼了。长河宫内，不得私斗。
我是光明正大向你约战，是男人就给我亮剑。盘荣大人既执意约战，待我禀告帝君之后，再择期公开比试。择什么期？我现在就要跟你打一场。原来盘荣将军也曾看黑脸谭进不顺眼。这情景应是谭进大哥出来帝都的那一年吧。那时他在朝中并不与人交际，重修律制也引来不少非议。好，那我们这集先到这边好了。好，喜欢频道的话，频道左下方图标按下订阅，右脚的订阅按钮跟你一样，记得打，这样子更新影片你就能收到通知喽。谢谢大家，这就收看，拜拜。